这样子抓抓，指自己的鼻子再指我的手好不好，这样子快一点快一点。阿姨好，你再躺着再躺着。眼神很无奈。你没有放松啊阿姨，你放松。阿姨都笑了。阿姨发出了迷之微笑。我是你的那个主管医生，我叫李不言。你叫什么医生？我叫李不言，不说话不言啊。是不太重要的。你不演我们啊，没关系，我叫李医生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李医生的。对对对，大概问一下你的情况。你抽烟喝酒都不搞吧？没有抽烟。眼睛睁开，眼睛睁开，我看一下啊。我给你检查清楚一点，万一有些小毛病被我发现了，也不一定有，好吧？不用担心。好。做全套体检。放松，放松脖子，不要用劲，好不好？放松啊，放松，放松，靠着我，不用管啊，放松。嗯，来了。碰一下你眼睛啊，不要紧张啊。好，睁开，睁大一点，只碰一下。他没发现后面来了个人。我碰到了没有？你碰到。碰到了是吗？你会鼓腮不？把嘴巴鼓起来。嗯，你先就做吹口哨的样子吧。好，吹吹，然后学我学我。哦，好细哦。对，他很细，一个一个过。那通常不会这样，我觉得。对，但是患者会觉得你对我很用心吧？其实患者大部分是会配合的，肯定会的。好，阿姨，你坐起来一下吧，坐起来一下，你脑袋用劲，这样子抓，抓，抓，好，用劲，好好好好，把舌头伸出来，好，好，笑，拉我的手，用劲了。你指自己的鼻子再指我的手好不好，好，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，这样子快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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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阿姨你站起来一下，来对着这边，对着这边，好，来往前举。对呀、啊、闭上眼睛，好好，单脚按一下，好，换着脚。哇，还有一页。阿姨好，你再躺着，再躺着。眼神很无奈。阿姨没耐心了。没事，我给你检查清楚一点。右脚放松，然后到这个地方，右脚碰到左脚的膝盖，滑下去，然后再放开。放在哪里？你这个袜子要不把脱了，阿姨。好，放松放松，有点痛啊，有点痛啊。阿姨坐起来，坐在旁边。好，手放松，完全吊着不用管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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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样的放松放松放松，没放松，肩膀没问题吧？那你放松了，你放了，你靠着我手，那你看你看你手怎么悬空的，你靠着我手。你没有放松啊阿姨，你放松。阿姨都笑了。阿姨发出了迷之微笑。阿姨阿姨，你在最后两个东两三个东西，好，躺下来，你脚踝动一下给我看一下，转一下去，好，放松放松。我的天哪，你放松，靠着我没关系。叹气了。阿姨在叹息。真是个老实的孩子，让他去收个新病人，他给他做了全套的神经系统查体，到现在还没查完呢。放松一点，再放下去。快了，已经做到膝跳反射了。放松一点阿姨。放松放松，脚踝也放松。阿姨都已经开始，哎呦，魔搞嘞。放松放松，好好好，可以了，好，阿姨搞完了。他也气喘吁吁的了，做了个全套。刚刚给你大概的也全部都检查一遍，还是只有你脸上这个痛的问题，基本上好吧。喊放松喊了42次，32下，哇，一个小时啊。查得很全，其实很正常，如果全套做下来真的就要一个多小时。这个并不是说李不言他不熟练，是因为项目特别多，对于一个医学生来说一点都不奇怪，但是只是因为熟练的医生他有经验，他知道哪些可以快速的过掉，所以他才不需要那么久。